少只的、哦？还没看到你的。当然了、啊。该管不是人。然后他妈还是他妈还要把，吃的很快乐。我妈不是说不可以吃难吃的东西。那你爸只会捣乱的。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现在光线真的不错，刚刚很烂。猫脚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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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跟他讲话就跟你晒猪血，我看到晒好了，来不及。我不要再弄，不要再弄，不要再弄，没关系。喜欢吗？他另外一棵树。会卡、啊，它才出。哦，已经过番麻了哎、欸。这个它爬过了，这个樱花它爬过很多次。它好像不会上去哦。上次好像没看到它。就上那一只的。看不到。那只是小只的，因为我看不到。哎，爬好高哦！雨轩，你看他爬很高。雨轩，哦，他反光太严重了。你看得到？好吧，我们先上去看，要打针的。好。这么高，点在一颗头在这边，对呀、啊，还会拍得到。好，他好顽皮哟、哦。他都很淡定的，如果有其他看他怎样怎样。刚才他摔下去，然后自己是，完全不理他。又摔下来，啊！没拍到，我看到，没拍到。我也没有拍到，只有看到我一直在，因为我在下面十分半，他下树，只看到他摔，没看到拍。对啊，我也是，因为我在这边等他，等他十分半他下来，我要拍照。他下的多了，你有没有拍到？